友们，你们好 ，Hello， Good morning。Yes， last week we learned several alphabets. Do you still remember？ 你还记得吗？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学习了啊。首先呢，我们从上到下，上面一个小点点一，我们要把所有的一个小点点，先写一竖一点，一竖一点，一竖一点。练四声呢，就是一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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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。一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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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，你学会了吗？好啦，再见。一，小手指动一动。一，一。神奇衣服一一一，神奇衣服一一一，念四声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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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我读，一，一，泳衣。一一医生，蚁蚁蚂蚁，蚁蚁椅子，泳衣医生，蚂蚁椅子。